昨晚上也太缠人了，不抱着东西睡不让我走。尹思辰，怎么，才新婚第一天就幻想着谋杀亲夫的戏吗？昨晚上也太缠人了，不抱着东西睡不让我走，我怕你对我做些什么，就弄了些抱枕让你抱着睡了。谁会对你做什么？你想的要不要太多？收拾一下，我带你四处转转。林总，早。早。林总。嗯。昨天融化。I love you, so I need you. 认定了你给我魔兽。昨晚你在哪儿睡的？书房。那今后我睡哪？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们假结婚，我们必须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你放心，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想法。跟我来，以后你就在这里休息。衣帽间啊。虽然这两个房间是连着的，但我平时除了拿东西不会进来。你放心，这片空间都是你的，只要别乱动我的东西。谁稀罕动你东西？小发财，以后我们就睡这儿了。你把书放床上干嘛？它是我的宠物，它叫小发财，有问题吗？庸俗。你也庸俗。不急不急不急。